咁特別咧，我喺執事委員會反映出到，即係執事太太嘅心聲嚇，執事嘅需要嘅觀察咧，都可以反映出嚟。好，最尾一位係Mr. Simon Lee 李伯豪先生。李生其實同我有啲淵源噶，不過唔係嗰啲咩唔啱嗰啲啊，佢係咁啱有我太太嘅上司嘅上司啊，即係好大嘅上司啦。咁就當年見嘅時候，點解佢啊又會喺嗰時咁撞到嘅咧？總之啊，李生其實佢教區做好多嘢嚇，咁啊好多謝佢，特別都係執事團嘅服務啦。我哋仲有個新嘅委員，我哋保留咗係陳繼賢先生。陳生咧就係教育事務嘅一個專家嚟嘅，咁咧就副主教委任我哋去幫手做教育事務咧，其實好多嘢咧我哋唔使做嘅。陳生咧完全係我哋嘅即係指路嘅明燈。我哋多謝陳生。都要講兩句啊！陳先生都相識好多年嘅，當年我幫手教區依個嘅社足教文理科嘅，可以申領啲課程啊，等等都係一齊開過好多次會嘅嚇。咁啊，多謝佢幫手。太有事啊！睇住佢啊！咁咧就有好多位委員咧就冇出席到，咁我哋咧就容後至再送我哋一個任佢哋祝我哋呢幾位執事嘅 most pack 啦嚇，多謝大家。好啦，咁多時候咧都係啲咁收到個簽字，係咪？好啦，咁多時候咧都係啲會同我哋唱幾首歌啊。咁咧大家不妨咧都可以留意咧CD 裏頭咧有啲歌詞嘅，其中一首歌咧就叫做《一生使命》啊，係嗱喺嗰個 CD 裏頭有嘅，叫《一生使命》。咁呢首歌咧原來咧就係特別咧佢哋係為咗今次祝聖咧係為執事忠執而作嘅，咁希望咧我哋都能夠一生都係好忠信咁樣咧喺服務主服務啊，教會弟兄姊妹。咁咧喺佢唱嘅時候，因為大家係新作㗎，好似今日第一次係演出啊，咁所以大家咧聽嘅時候咧都一齊係唱啊。咁咧我而家有請，咁所以大家咧聽嘅時候咧都一齊係唱啊。咁咧我而家有請。係神父主教，各位神長，各位修女、修士。各位親友、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今晚咧，我係代表我哋三位剛剛領受咗執事聖職嘅新職執事啦，同埋我哋嘅太太，多謝大家嚟呢個晚宴。喺度咧，好肚餓都要再三多謝大家，因為今晚的確個好有意義嘅時刻。大家喺你嘅百忙嘅繁忙生活之中咧，抽空嚟到呢度支持我哋。喺出席完感恩弥撒之後，仍然都唔嫌棄係一個咁簡單嘅晚飯啊！出席呢個晚宴，咁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好大嘅鼓舞。咁呢度亦都要多謝咧，係執事團嘅兄弟姊妹啦，因為佢哋為咗我哋呢一個升執事嘅慶典係勞心勞力做好多嘢嚇，咁啊其實仲好多嘢要講，不過唔想太過緊長咁嚇，再一致謝啦。我哋可以做嘅咧，只係將呢份感激默存心中，係時刻為大家代禱，祈求天主俾大家適當嘅恩寵，更多嘅恩寵。咁喺度好簡單，首先祝願大家係喺主內嘅平安同埋喜樂之中係生活。跟住咧，我都想用少少時間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哋回應中心執事聖召嘅一啲嘅心路歷程。咁以下我個人嘅一啲嘅感受嚟㗎啦。咁對於我嚟講嘅話咧，
會演個終身執事聖召咧，我只可以講係感覺好奇妙啦。因為其實喺當初，其實嗰個召召都唔係咁清楚噶。咁自己仲喺生活裏邊咧，為現實打滾啦。咁當被召召之後，經歷咗好多好特別嘅嘢，例如媽媽嘅離世啦，工作上嘅遇到好大困難啦，金融風暴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同我有同樣嘅經歷啊。咁嗰啲嘅好唔開心嘅事，倒翻轉喺執事節嘅裏邊嚇，變成咗一種嘅啟蒙，令到自己明白咗人生嘅種種都係過眼雲煙。在天主的眼中，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做了多少贡献，或者成就了多少，或者是得到多少名利和享受，而是爱了多少。在这个醒觉底下，整个人都变得简单很多，不过是轻松很多，幸福很多。现在我会学习了是每日過住平凡的生活，但在這個平凡的事裏面，是盡量活出天主的旨意。我最開心的就是每日已經沒什麼計劃，沒什麼計謀，只是將一切交託給天主。而這種的感覺是令我明白了这个马尔谷福音，对不起，是马窦六章二十七节其中一句说话，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之中常能够为用思虑使到自己的生活增加一肘的。这种醒觉令我学识了放低，令我学识了给天主掌管生命，更加重要的就是学习了祈祷，而更重要的就是发觉祈祷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而不是履行教友职务或者是一个热心的责任，是真的一件很开心的事。有了这种祈祷习惯之后的话，我懂得凡事都感恩，我懂得为美好的日子感谢天主的赏赐，也懂得为困苦的日子去感受天主给我的美意和磨练。我真的觉得得到自由、平安和喜乐。在这里也大胆地引用圣女大德兰的所说的说话，开始真明白天主是我万有的那种的感觉。咁嗰種嘅自由啦，快樂感覺，的確係令到我覺得最初好幼稚嘅諗法就係、本來係覺得自己係犧牲咗啲嘢為教會服務，但係當行呢個執事節嘅路行到一段時間之後咧，倒翻轉感覺係得到好多。而我犧牲的是實在太少。最後呢，我想多謝聖母媽媽，因為看回轉頭整個召召她是在其中對我不斷地是帶領和保守。陳副主任剛才提過，我執張紙都可以即很大件事的，我有幾大件事咧嚇，嗰次係休息咗兩個幾月啦。不過當然其實唔係張紙嘅問題，係即係我實在有啲好嚴重嘅腰患啊。但係而家係好神奇地啦，接水執事聖職之前就遇到神醫嚇，醫翻啦。咁大家如果有咩病患嚇，係啊。
咁我都可以考慮，就算專心執事有多因素係啦。咁醫貓病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好啦，咁啊最後都係講依個感覺啦。到今時今日為止，我真係明白陳副主教嘅提醒啫。做執事唔係我哋揀選天主，而係天主揀選咗我哋。咁啊，大家今日啊應該攞張書籤啦。我頭先係啦，我太太帶上嚟啦。咁啊係啦，我太太係啦。咁啱去朝聖，最初冇諗住做啲咩嘢噶。咁啱我哋又做份紀念品送俾大家，咁啊就將朝聖影咗嘅路德聖母嚇夜晚巡遊嗰個聖母像嚇。就做咗一張書籤啦，同埋另外一幅就係喺依個拉倫勒山，即係聖方濟家鄉嗰度嚇，我收到呢個影嘅。咁啊，都代表住我哋一份對聖母媽媽嘅嗰份嘅多謝。咁最後我都用翻我哋依幅書籤嘅所講嘅嗰個説話，嚟到代表我哋接受執事聖職嘅嗰、那個最深層的感受，就是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喜於天主，我的救主，主有大家。感恩龍王吉祥，我想問老子的問題。咁咧就頭先咧提到執事嗰個使命係乜嘢，考考大家。委員有喎，信仰所宣講的，教導所信仰的，同埋實行所教導的。咁啊，執事就接受咗呢個使命，佢去執行佢嘅職務啦。咁我哋作為太太嘅話咧，我哋又點樣去喺佢背後支持咧？咁咧喺座上面咧有好多位我嘅大家姐，我稱呼佢哋係大家姐、大大家姐、大大大家姐嚇，因為佢哋咧喺我哋嘅先行者，喺佢哋個身上面咧。我哋係學行者咧，我哋學咗好多嘢嚇，咁多謝各位大家姐、大大家姐、大大大家姐。咁好啦，咁咧，我記得我哋喺執事太太培育嘅課程裏面咧，咁我哋曾經咧有啲分享咧，咁我都想今日咧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個如果有雷同嘅話咧，你哋唔係巧合，係真係嘅。咁咧，我記得有一次，其中一位執事太太話俾我聽，原來咧，我哋唔知道咧，我哋個先生做咗執事之後咧，我哋生活上有大改變嘅，單單咧淨係講我哋主日翻去忙完曬咁啦。以前咧，我就可以同我先生咧坐埋一齊，咁大家齊唱歌，齊祈禱嘅。但係咧，當執事先生做咗執事之後咧，佢要上咗堂上面啦。咁咧，變咗咧，我哋咧每一次咧都唔可以，我未喊。我唔驚咗，因為我發抖嘅。咁咧，有一位執事太太佢嘅分享就係話，我執事先生。做咗執事之後咧，佢喺個堂上面，咁點解咧？我唔可以同我個先生坐埋一齊去望嚟撒嘅啦咁樣。咁就算係去到最親切嘅互相祝平安嗰陣時咧，我哋都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互相擁抱或者錫一錫對方，只係可以咧喺一啲人嘅蠟燭間咧揾到執事先生嗰個面咧，好遙遙咁樣送一個飛吻。咁跟住咧，有另外一位執事太太咧就話：你就好啦，同埋一個聖堂。我先生做咗執事之後話，大家唔同咗堂區啦，因為佢俾副主教委派咗第二個堂區啦。但係我自己係本身係堂區啦，我有好多職務喎，我又唔捨得我自己堂區嘅教友。
咁就變咗咧，每一個星期日大家都天各一方啦。咁咧每一次當差唔多嗰個時間，大家互祝平安嗰時咧，我哋就真係唯有好似要遙望，即係遙祝對方。飛吻呢度，飛吻睇唔到。咁咧輪到有自己嘅太太話：，哇，乜原來係咁㗎？我唔完全唔理解過喎，完全唔知道原來有陣時係需要分開嘅喎。咁呢一個就係我哋需要適應啦。咁亦都咧有其他教友咧同我講：，喂，你成日跟住之前當嗰陣時係候選人啦，已經係候選人咧，都仲要出出入入啦咁樣。咁你咪好忙啦，你真係偉大，你犧牲咁多時間咁樣。咁喺我嚟講咧，呢個唔係一個犧牲，其實。我哋做執事太太嘅話咧，我哋接收嗰個信息咧，就係需要我哋需要喜樂地、積極地咁樣去跟佢哋個職務去做，但係又唔能夠置身度外，呢一個係我哋嘅名句嚟嘅。我嘅分享係咁多啦。